广达第三季合并营收2203亿元，季增15%，税后纯益46亿元，单季 EPS 1.21。明年广达指出，受惠于品牌大厂集中代工的效应，预估明年笔电的业绩可望成长5%到10%。云端伺服器则是看好在欧美客户的挹注之下，将会有显著成长。